关怀肾脏，健康你我他。哎，黄太太，这就是我在广播电台买的减肥药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这罐药的标示不是很清楚哎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合格的药品包装上最基本应该要印有厂商名称、地址，还有像药品名称等等的标示。你看这里都没有啊。哎，好像真的都没有哎。而且啊，厂商必须要显示药品成分含量、副作用、使用量以及使用方法，还有其他注意事项，更要有卫生署许可证字号，这样啊才是真正合格的药品哦。可是我已经都订了一大箱嘞。伤钱总比伤身好，千万别再吃喽。其实啊，想要减肥，只要增加运动量，改变饮食习惯，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你的肾脏。哦，原来减肥也可以不用花大钱呢。是啊。爱护肾脏，守护健康，国民健康局提醒您。